哎，女的真漂亮。是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哪儿找的？主人。哎，我不喝，不喝。可不是嘛，小花茶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帮你，哎，我也会，我学的。哎哎哎，你干嘛呢？伊娃，你会写程序啊？是的，主人。啊，来来来，嗯嗯举起来，举起来！哎，职业联赛大神代打排位啦！代打呀！冲击王者，超神五杀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哎，我刚才看了，举起来，特别的厉害，举高点。哎，我要上王者了。我很快就能发家致富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带我飞呀，大神！今天你们有福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个超级厉害的妹子，见机上单，蒙兄打野，这是吃哪儿打哪儿，吊打一切，国服第一女大腿，随便跳起来，都是超级的技能。你能吗？你能吗？还是你能吗？对他们都不能。你还在为上分感到苦恼吗？为带不动队友而自责吗？为对手太强而感到郁闷？关注我的直播间，电竞女神伊娃带你进入女神的世界。最强王者不是什么，对，不是梦。吵死了。